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潘大帅，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战。又有一位不怕连跪的观众啊，年少黄衣。阵容方面，先知机械、前锋、野人，挺不错的阵容。打黄衣阵容的话，这套阵容还不错啊，能救能修。然后牵制的话，看刷点，看角色。第一个人前锋，黄衣主这边带闪现，带闪现有可能前锋都抓。你以为你前锋我就不敢抓你啊？看他天赋啊，天赋是一个带踩板加速，然后挽留闪现闪到底的一个天赋。这个天赋感觉是趋向于一个球平，然后保住平局以后抓到机会能争胜啊。拉一波球，前面触手压住，往哪压？看一下触手，封住，交互点，拉球，拉球，拉球，再贴贴过去，下一根触手再封。前锋一鞭子拍，漂亮！前锋这里的一个选择非常非常的求稳啊，就是所有的技能都是提前交，不给你有任何的机会点。但是这里的话，可能需要一只鸟了，落地。这边能不能落地去找一下机械师？找到了地下室，打一刀，往前触手一压，先知的鸟怎么套？这里看一下，先知。我觉得这个鸟得要啊，这边就是个娃，闪现一刀，哇，这边母子双倒。哟，这位不怕被我祝福的观众，好像这局有的赢哦，节奏很好呀，这个节奏。前锋交掉了自己所有的球，对吧？这边一根触手封住这台电机，先知被通缉到，剩下来野人要来救人了。野人救人的话还比较难救的。因为我这边完全可以跟你耗，这个时间点的话电机节奏是肯定不够的，所以说他完全可以等到野人下来以后一鞭子打，然后加一刀，对吧？怎么地打一个双倒，这边是前锋来救，不救保平。哎，不救保平也行，说实话我觉得不救保平好像更好一点，因为机械师这个位置救下来也走不了，然后万一穷者吃一波双倒可能就是一个那个。哎，刚说完好像这边有点想法，野人他这里要救的话他得是跑过来救，然后骑猪走或者骑猪干扰。但是呢，你面对的是一个黄衣，他会给你走过来救的这个身位吗？理论上面来讲不太会啊，理论上面来讲不太会。这里先知的电机看到了，这边一出手拍好，看到在电机抖动，先知的位置知道，野人的位置知道，那这就是刚才这个，对吧？交掉球的前锋，前锋是不是摸了两根针啊？现在怎么手上面又有一根针？这边是一片那个遗产机啊，这边是一片遗产机，机械师小房的电机，再一根触手翻进去，一鞭子拍，没拍中，还好还好还好，拍中了，那这个局啊，他是没拍下来。一个翻板加速，往前拉，往前拉，这边可能会转身给你一根触手干扰你一下，逼一手猪。前锋拉针，这根针拉不了了，触手已经下好，这边一鞭子拍倒，舒服。三台电机，这三台电机全是遗产。野人想要来撞，来不及好像。哎呦，哎，我对于这个野人的这个时间点还是不太判断的清楚，我感觉这个人已经牵起来，但是野人还是能撞下来，每次都会判断错。这边鸟也套了，前锋有一根针慢慢扎，但是这边有闪现，如果说将先知秒在任何一台电机附近，我觉得求生者都很难来保下这个平局。先知得带走，对，这先知得带走，出手前面一放，绕绕绕，一鞭子拍，哟，血没拍中，先知这小走位还可以啊，打一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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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知拉走，不倒遗产。这里野人修中场，前锋这边把自己摸好，再回去补掉一号机，野人刚才的遗产，这个局就有的打了。这一波这个位置有没有带巨钳？没有带巨钳，但是感觉也能往回挂。前锋拆电机可能不一定能够很舒服的修掉，差不多，进度差不多了。看一下能不能守住吧，拆电机如果能守住的话，我觉得黄衣这种赢面，守不住呢，求生者能保平啊。
响一点，响一点，点亮了，漂亮。点亮的话，这边打一刀，打一刀把人救下来。这边不能打呀，打了救下来，下一波这个前锋去压击野人来救人，就是一个三人在场的开门战了。不好说，这个不好说，但是还是黄衣主 2.5。 哎呦，这先知拖的可以，直接连救的机会都没有了。一鞭子拍，先知再拖，能吸出一只鸟吗？吸不出来，吸不出来，这里挂可能也得挂上，因为他没有传送的技能是没有的。挂上前锋这边点门，野人这边点门，前锋的门一定能开啊，这个门一定能开，那应该是一个平局。有点点可惜吧，这个局其实黄衣主还是很有机会能争胜的，但是这个先知牵制的有点好，这先知牵制的时间有点久了。触手一下，这边求稳，前锋走了，一根触手拍一下，看看野人的一个方向，没了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